不错吧？你说的是现在很火的视频彩铃吧？对呀，小袁这个还不简单呀，直接点击视频左下角专属通道就可以设置视频彩铃了。视频左下角，哇，真是有了！当然了，赶紧去设置你喜欢的吧。这个太可爱了吧，真的可以设置。我拿给你看看。你看，有了吧？太哇塞了！那当然了，不用换卡，不用换号，左下角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就可以设置啦，还能自己 DIY 自己的专属视频彩铃，快去炸开你的朋友圈吧！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小姐姐，我回去也试试。走走，走了呀！哎呀，他们好像忘了一件事情，嘘，你们可不能说。牛牛啊，借我一毛钱，我请你喝汽水好不好？哎呀，走走。玩不起啊，就是。老妈，给我拿一毛钱的果丹皮。好，等着。给妞妞一毛钱的。一毛钱就这么点啊？一毛钱，你还想要多少？还不够我腮红的呢。再过一点呗。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，那我们凶干嘛？哼，这个贪吃鬼。哎，大头弟，你这吃的啥呀？撒鬼辣条啊！我用这个给你换。好，给。这啥玩意儿？一点都不好吃，给你了。你都给我吃光了，哭啥哭啊？看你那没出息的样。怎么这样啊？老板，给我来一毛钱的辣条。一毛两根，自己拿吧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算了，再拿两根吧。哎，今天又亏了。爷爷，给我吃点呗。给，拿去吃。啊，就一根呀？小气鬼，我自己去买。老板，给我拿包口水巾。等着。给傻妞。哎，傻妞，给我吃点呗。给，拿去吃。就一片呀，小气鬼，不吃了。我这叫以知之道还知情之圣。啥意思呀？就是那个，哎呀，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，没事啊，多看书，走了。你自己都说不明白，哎，你没知道啥意思吗？哎，马球，我先看到的，我帮你解释来给妞妞，这还差不多。来，给你一个吧。有点渴了，走，妞妞去去喝汽水。好好。哎呀，又浪费一包，不能喝了。老板，拿包冰袋，哎，给妞妞。不。真过瘾呀、啊！老板，给你钱。这个就不收你钱了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嗯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快走，快走。哎，是挺不好意思的。哎，妞妞，你怎么了？他今天考试没及格，被他妈妈打了。不哭不哭，下次努力。来，马叔请你吃包小螃蟹。谢了吧。老妈，我拿包冰袋。冰袋就不收你钱了。来，给。谢谢老妈。走，小哥。
小妹不开门了啊。哎，砖头下有钱。啊，爸爸又去王叔家打牌了。啊，怎么就一包辣条啊？老马，我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今天能不能赊账啊？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你想吃啥自己拿吧。谢谢老板，那我就拿包。开工吧。老板，过来拿包。咦，人家看见我跑啥啊？哎，是有点奇怪呀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他们俩生日快乐，给礼物。哇，游戏机。大聪明，给你两颗西瓜棒棒糖，再加一根啤酒烤鸭，祝你能考试考个100分。谢谢小戴，真是太好了。大聪明，祝你天天开心，寿比南山。哎，你的礼物呢？我的祝福就是礼物啊。没事，妞妞，谢谢你。真抠门。怎么说了呢？不跟你们玩了。哎，妞妞，你们再走着。妞妞，别生气了。我请你去吃零食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请我不太好吧？没事，妞妞，走走。那行吧。妞妞，你看你想吃啥？那就随便拿一点吧。大聪明哥哥，你帮我拿着点，我先吃这个小桃子。老马，多少钱？大聪明，一共2块钱。今天你生日，让你请客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妞妞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哎呀，今天是大聪明生日呀，那这些东西我请了。谢老马，老马，你长得太帅了，走走。哎，小孩子嘛，一年就过一次生日，开心就好嘛。嗯，小妹们开门了哈。你可以这么胖了，孩子呢？拿过来。啊！我要告诉我妈妈。妞妞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老马，借你电话用一下。喂，妈妈。哎，妞妞，怎么啦？你干嘛呢？我在外面上班呢。这么热，你还上班呢？不上班怎么养你啊，傻孩子？给妈妈打电话有啥事呀？没事，就想你了。我在家里会乖的，你放心。嗯，乖就好。那妈妈忙了，暑假回家给你带好吃的。谢谢妈妈，过了。谢谢老马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妞妞这孩子还是挺懂事的嘛。对不起，大聪明，我不应该说你。妞妞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打你。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吧。那必须一点。大聪明，你妈妈拿着棍子到处找你呢，你作业没写完跑出来，你要挨揍了。我都写完了，剩下都是不会的，我能咋办？孩子不能逼着他学习，得讲究技巧。家长帮不上忙，就下载一个学习神器。我知道，就说一个作业包，不会的题老师教，超方便。哦，这个呀，我家小孩也需要，我下载了，但是需要开会员，有点贵。傻妞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现在移动给学生党特意推出了这个暑假随心想礼包，只要是移动用户，每月都能开通以上各大平台的会员，而且还有 15G 的高速专属流量，打游戏、刷视频、看直播，网速特快，流量管够。有移动卡的赶紧点击视频左下角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立即开通，每月只需 15.9 会员流量直接到账，赶紧去试试吧。还有这好事啊，谢谢你啊，老妈，我现在就回家办理。啊，不是给我办理吗？被截胡了呀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我不和你玩了，我要和妞妞玩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谁怕谁。啊，好痛啊。我不给你玩了，你欺负我。我要去小卖部买零食吃。气死你。哎呀，这下没得玩了。我跟你玩。我不跟你玩。要不走，我们跟着他。好，走，走走。嗯，老马，给我拿包小桃子。妞妞啊，
能不能请我们俩也吃小零食呀？不请，你们自己买。哎，有了，拿我这个铁皮签来跟你换。行，那我拿个小螃蟹吧。嗯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嗯，那我就拿包小桃子吧。等一下，拿不了了，这正好一块，你再拿就不够了。啊，那行吧。那两个家伙真坏，你被骗了，你手里的青蛙才一毛钱一个。啊，被套路了。嗯？哎，别打了，你们为什么打架？还一口把我的无花果子给吃完了。不小心啊，哎，干嘛打我？你看你把我打的。大四面，你先打的。对啊，道歉。啊，快点，对不起啊，小五蛋儿。再给他去买一包。啊，买不买？好好，走走走走。老马，给我拿包无花果丝。一毛刚好哈，自己拿吧。得，大四面。这还差不多。嗯，给我吃点呗，给宁宁。哇，不好意思，吃完了。啊，那好吧。